大家好，相信今日大家同我一样都好唔开心。自从我离开政府以嚟，一直都希望系少谈政治，过啲同旧时唔同嘅生活。直至到见到今日发生嘅事，令我想以我个人嘅身份同大家讲几句说话。香港系我哋嘅屋企，我相信冇人会想伤害香港。我哋嘅社会容许有唔同嘅意见，大家一直可以喺和平嘅环境之下表达自己嘅意见，选择自己喜爱嘅生活。今次特区政府提出修例，喺社会造成好大嘅回响，引发6月9号嘅大游行。当日嘅游行非常之有秩序，再一次系反映咗香港人嘅高质素。直到当日晚上，有极少部分人士同警方发生咗肢体冲突，社会其后嘅意见亦都好清楚，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支持以和平理性嘅方式去表达我哋嘅诉求。今日上昼，再有一大批嘅市民包围立法会同埋政府总部，到下昼发生咗警民冲突。每一个新闻报道的画面令到我看得非常之不安乐。我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的留言，你们伤心、害怕、愤怒，我完全都能够体会得到。因为我跟大家一样都有这些这样的感受。但我想大家千祈不要被伤心、害怕和愤怒的情绪埋没了我们的理智。歷史告訴我們，頭腦發熱的時候做的事從來不會帶來任何好的結果。大家做每一個決定之前，都請你們停一停，想一想，不要讓任何事蓋過你們的理性，不要做一些會傷害香港、傷害自己和你身邊人的愚蠢決定，也都不要做任何暴力的行為。各位警隊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們一定是面對非常之巨大的壓力。我希望大家能夠維持警隊專業的傳統和聲譽，執勤那時不會被情緒來影響你們的專業精神。各位青年朋友，我都年輕過，我明白你們這一刻的感受，但是你們未來的路仍然是很漫长，社会需要你们，香港的未来都需要你们，而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。千万不要做些回不到转头的傻事。各位香港人，无论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对修例，我都希望大家要克制，争取理性对话的空间。香港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最爱的家，冇人会想呢个地方衰，冇人会想伤害香港。我希望各位，无论你喺边度，做一切嘅决定都能够以保护香港作为大前提，以香港嘅未来同我哋嘅下一代作为大前提。我相信任何风波都一定可以平息。